两个人是联盟当中触身球最多的两个。小黑今天是没有先发，董子恩其实今天也不是先发上阵，外角球打在游击防区。哇，这个传球精彩啊！哦，陈正平，哇，三游间的一个滚地球，他在跑动的过程当中有点稍微滑了一下、哦，对，即使站稳了脚步，传向一垒非常的到位哦。他的跑动有点 C 型的这种跑动，确实哦。因为我们常来讲，就是手背的时候，基本上。